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，据传说那长寿村里百岁的不算啥，有一人叫吴培华，他怀疑这是虚假。这一天到长寿村，他亲自去观察，刚走到村西口柳荫树下，就见到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大妈，看年纪她足有90上下，坐在了那石阶上，连腰板全不塌，左一针儿，右一针儿，那儿正把鞋底儿拿，看样子是耳不聋了，那眼也不花，满面的皱纹，是雪白的头发。最奇怪，他梳个小嘴儿，把红头上面扎。吴培华好奇，上前忙搭话，满面带笑，叫声老大妈，请问您高寿？您年纪有多大了？这个老太太抬头一笑，还是满嘴的牙，我今年92了，岁数还不算大。培华说，那您为什么把红头绳儿扎？哦，你问这个呀，那你可别笑话，每天早晨起来，我婆婆要给我扎。什么？您还有婆婆？那一定比您还大呀。那是啊，我婆婆今年128。吴培华闻听啊这句话，长寿村的长寿老人可真不是虚夸。大妈呀，我40多了，我活到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。大妈老您家，您领我去看看他。老太太说，好吧，咱们一块儿说回的话。娘家妈，